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淡水为什么吸引那么多观光客前来朝圣呢？ OK, let's go! 这是淡水总站的一个渔港，清早7:30，哇，好宁静哦，整个那个环境相当好。右边那个就是捷运站，淡水总站，多人在做晨间的运动，看看这个环境，很清幽。金色海岸线，可以骑脚踏车路线。OK, 这是台湾好行的那个套票啊，可以来这边喝咖啡，然后再吃一个点心。OK, 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海边咖啡餐厅的环境好优美啊。我们现在吃的点心，台湾好行的套餐，这是 waffle, 还有榛果咖啡、黑糖咖啡，还有一套蛋糕、水果点心，太棒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要开始吃喽。淡水的夕阳真的好美哦，难怪吸引那么多观光客前来朝圣。